啊，是在常态当中啊，去寻找一些疑点，然后从这疑点当中去设立变相，而这些变相呢，可能啊会摧毁我们整个情路架构，甚至是你的生命哦会遭受到危险哦，然后进而我们去防堵哦，甚至去避免它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你刚刚交通违规，麻烦你熄火下车受检。其实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刚你交通违规，现在麻烦出示你的行驾照。我不在。那你知道你的身份证号码吗？晓得。不晓得。该名幺幺，经我们电脑查询，你经法院通缉当中，我们现在要依法逮捕你。现在你有四个权利，你可以调查有利的证据，可以保持缄默无序，违背自己的意思而为申诉，可以请辩护人或驾驶到场，可以申请法院提审。好，先麻烦你靠车，双手趴车。因为我们现在依法逮捕你，来，走上来，有刀，有刀，把刀放下，放下。双手张开，手心向上。好，起来，坐车。报告，没有可疑物品。好，收到。分两栋，民生两栋，两个管护教。